我们是在那个彰化鹿港那边查获一个玩具的贪污案，然后是一开始是从网络上来追缉哈，啊业者他为了要年关将近哈，要赚一笔钱，所以他囤积了大量的那个仿冒玩具，然后我们经过追查以后，到彰化鹿港那边去那个查获了这个仓库。要你讲一下那个珍宝品。那这份，谢谢，我先结尾，谢谢这边。OK， 他。来，我一下，大家等。哎呀，那个没有，我拍一下，拍一下。你喜欢贴，我就拍。就队长，你来这边啊。我先拍一个，我先拍两块。